春暖花开，一年四季啊，又到了这踏青的时节。今儿呢，咱用这黄瓜和肉馅来一道春色满园。第一步呢，咱先来调这肉馅。老话说得好，要想肉馅香，您得多加姜。姜末、酱油，它搅打上劲儿。酱油啊，咱们分两次加入，加上一些十三香。这酱油啊，本身就有一定的咸度了，所以这盐呢，我们要适量的加入，补充一些水分，加上适量的色拉油，最后来一些葱花。葱花加进来之后呢，我们就把它炒拌均匀就可以了。黄瓜切片，加入一些盐，给这黄瓜呀、杀一下水。杀好水的黄瓜，咱们都均匀的码上肉馅，将黄瓜对折，中间磕上一个鸡蛋。咱呀，上锅蒸上五分钟。百信银行联合快手，邀您一起品味不一样的年夜饭。老铁们，拍视频赢大奖，参与百信银行快手年夜饭话题活动，分享不一样的年夜饭，将有机会获得6999元的牛年大奖。点击视频下方链接，还可以领取现金红包。在我的评论区也有新年礼物送给大家。时间到，关火。这原汁啊，必到锅中，加入一些蚝油，淋入水淀粉，加入彩椒粒，关火。2021啊，是个特别的新年，很多朋友为了不给家乡添乱而选择不回家过年，相信大家的付出不会白费，我们一定能携手共同度过坎坷，迎来春色满园，平安喜乐。